大哥，这大哥，我们是不是要多带一些人呢？不会有什么危险。太子殿下，齐王殿下，夜里没什么事吧？殿下，没有。凡是有符合者，不管是什么人，放他入宫。是。走吧。这。玉。长河将军，这门下怎么会有那么多油啊？殿下，说的是门轴下的油吗？是，我从没见过那么多。禀殿下，城门开关久了就会有声音，放点油就好了。开关久了？多久算是久啊？一年吧。什么油？禀殿下，牛油加少许蜜蜡，宫中所有轴承都是加这个。连吉，走吧。这。殿下，该收麦子了。我这把镰刀专收野麦子。御史将军，无诏不得进入宫禁，请将军好自为之。我今天恕你这一次。谢殿下。我是大唐太子。太子，殿下。赴宴了。
皇。父亲，父亲，四郎啊，是我杀了你呀、啊！四个儿子，现在就剩下你一个了。这就是得天下的代价吗？你还想要什么？不是已经坐在那里了吗？陛下，佩三，臣在。来，坐近点。谢陛下。陛下的气色好多了。裴三呢？你还记得我们曾经说过换太子的话吗？要换了太子，朕也许不会失去两个儿子。这立长还是立贤，这在历朝历代都是一个难题呀。陛下就不要多想了啊。打天下靠的是父子兵，为什么朕
做天下，就一定要兄弟相残呐、啊！陛下呀，这事情都过去了，好在陛下还是陛下，大唐的社稷还在，哎，这天下还是李家的呀。哎呀，这就是天意嘛。怎么了？殿下。陛下，册封太子的仪式就要开始了。亲王、王妃、殿下，仪式要开始了。那我走了。走。陛下，不要再耽误了。为太子公左庶子。
命宇文士及臣在为太子宫詹事，命杜如晦臣在为太子宫左庶子，右仆射萧宇为左仆射，高士廉为太子宫右庶子，房玄龄为太子宫右庶子，尉迟敬德为太子宫